欢迎大家翻嚟，我们都是星座人。咁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做人应该要有嘅基本态度啦。咁入边咧有讲起念头呢样嘢嘅。咁其实喺现世生活啦，其实念头咧有好多时咧都会闪起啲讲咗啲唔好嘅嘢啦，或者谂起唔好嘅念头啦。咁点算咧？讲咗出嚟，譬如啊，我见到有只曱甴啦，咁嗰刻哇，我即刻已经谂起嘅念头就系、是、哇，我想杀咗佢。咁点算咧？我后悔我有咁样念头嘅时候，我可唔可以用念经嘅方法或者祈祷嘅方法去抵消呢样嘢咧？唔系咁，第一，我想知你净系个念头出咗，你想杀佢定你已经动咗手啦？未动啊？未动就 OK 啲啦，未动你即刻即系 stop 咗嗰个念头咯，然后用即系如果你真系用一个 thought form， 就用翻一个 loving thought， 一个即系去保护佢。或者去令到佢可以開心或者長壽嗰個念頭俾翻嗰只曱甴咯，即係你即刻 stop 咗你自己嗰個歹念，咁然後你俾翻一個 loving thought 佢咯，一個愛嘅念頭，一個保護佢嘅念頭，一個多謝佢嘅念頭，咁樣去做咯。咁如果你殺咗就第二件事咯噃，殺咗就即係已經形成咗啦，咁。即係如果我哋相信萬物有靈嘅，咁即係話其實佢都有一個靈喺裏面啦，係咪？有時你可以話你去懺悔嘅，但係其實最重要都係自己個心念咯。其實你當下可能應該睇下點解你會有呢一個心念出嚟。即係如果你只係去念經，只係去懺悔，但係其實你冇睇到我點解會有呢一個心念咧？即係有時。好奇怪的、哦、有些人可能他表面是真的一个很纯良的人、啊、很好的人、啊、做事是不是，但忽然之间他会有一个杀念，为什么这个杀念会出现，那是什么我里面呢，即是你里面有些什么我会有个杀念的呢，现在讲的一个杀念、哦、虽然那个不是一个人，虽然那个 是可能只是一只曱甴，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即是众生平等的话，所有生命是平等的，都是一个杀念嘛。但是我们不是说只去看怎么补救咯，我觉得你应该看、你由最基本的样东西，最源头的样东西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出现，好怕隻曱甴，那为什么我会怕隻曱甴呢、为什么你会怕隻曱甴呢，因为它在个窗飞入来的时候，是的，我怕它飞，我怕它飞到我那里咯，又覺得佢污糟，即係你有恐懼，你有恐懼到你要殺咗佢嗰個生命，即係你要真係嗱觀，咩叫觀呢，就係、你去觀整個狀態嘛，你去觀由呢件事發生，即係話啊只曱甴飛入嚟，到好驚，然後你想去殺佢，即係你觀嘛，你咪去睇嗰個狀態，你真係靜靜地。去面对那只曱甴啊，同埋你内心嗰种恐惧啊，点解呢个恐惧或者应该呢个恐惧喺边度嚟嘅咧？其实嗰只曱甴冇掂过你，或者系嗰只曱甴冇伤害过你，你只不过系因为以前或者系睇戏，或者系当你细个见到只曱甴联想起嘅嘢，令到你好惊。咁你系咪应该去揾翻令到你好惊嗰个念头？其实有啲人系唔惊曱甴噶，唔系全世界嘅人都惊曱甴。咁點解佢唔驚曱甴咧？有啲人驚蛇，有啲人唔驚蛇噶嘛。有啲人驚鱷魚，有啲人唔驚鱷魚噶嘛。即係點解你要先去揾翻？譬如我哋好似有個同學係好驚會飛嘅嘢噶，佢同我講所有會飛嘅嘢，即係曱飛嘅曱甴啊，飛嘅所有飛得嘅飛蛾啊，飛得嘅嘢佢會驚嘅。咁點解佢會驚先得㗎？即係唔係所有人都會驚噶嘛？咁變咗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觀照嘅其中一個方式啦。同埋你觀照嘅時候，其實你會睇到我嘅所謂嘅恐懼，只不過係一啲我細個嘅影像啊，我覺得我會驚啊，我覺得佢污糟，定係你佢真係對你有所傷害咧？其實佢對你冇傷害嘅，佢絕咁確實只曱甴又冇傷害嘅，都係以前細個可能媽咪教啊、老師教、學校教啊，佢係害蟲啊，佢會捐入你隻耳仔度產卵啊，你嗰啲都係咩事？即系唔知道可能你冇听过咩？嗰只曱甴可能会趁你瞓觉捐入你只耳仔度产卵咁样，咁唔明得人惊咩呢件事？当然佢无啦啦飞下飞下，佢唔应该，但你会好惊。你唔好话俾大家听你喺边度读书吓、啊，千祈唔系我唔知喺学校，未必系学校学嘅，可能系朋友话我知。但系总之我系有听过呢一啲恐怖嘅嘢。系
通常呢啲都系人做出嚟嘅，恐怖系。咁边个害我？咁嗱，系啦，可能就有人咁你去分辨咯。你记唔记得我哋第一二三堂好似都已经讲过，第一二三集即系你要有分辨善恶嘅能力，咁啊你有分辨能力噶嘛？唔系所有嘢都人云亦云，好似以前惊，而家要惊噶嘛？咁你要踏出你嘅第一步，踏出你嘅 comfort zone， 再加上你唔应该去用任何嘅生命去了结人哋嘅生命。去令你留在这个 comfort zone 的嘛，这个舒适地带的嘛，是不是？即是你要想一下，嗯哼，你继续。咁嗱，只曱甴飞咗入你屋企，你会点做？佢会停的，咁等佢停嗰阵时咧，即系真系攞个盒吸住佢下面整块嘢垫住佢，然后即系将佢摆咗喺个盒度，然后拎佢骑楼放咗佢咯。但係我有放生其他，即係譬如飛蛾啊嗰啲，我全部都會放生。但係曱甴咧，我真係未試過放生。佢太快啦，即係好似烏蠅咁樣啦，佢哋太快了。其實仲有一樣嘢嘅，你係可以同佢傾嘅。我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同佢傾嘅。有時有啲蚊咧，即係佢係要留喺個廁所度嗰啲蚊，咁我同佢傾，你好走啦噃。嗱，我已經冇掂你啦，你又唔肯飛出去。又好高啊！我又吸唔到佢，咁你走啦，唔系点咧？咁诶，俾佢咬，我俾你咬咯，俾你咬几日，你咬几日，你重咗头你就飞啦。咁有时真系 work 嘅，有时我真系唔理佢，佢真系有咬我嘅。其实咁我血捐血啦，我捐少少血俾佢 OK。咁跟住到佢，因为佢食咗血之后佢就肥啦嘛，重啊，咁佢飞唔到咁高，佢低啲嗰时，咁我咪吸住佢，咪拎得走咯。即系有时我话讲数嘅形式。系唔系讲数嘅，即系同佢倾下偈咯。其实如果你好和善嘅态度咧，佢系听嘅，所有都听嘅。我觉得系都系讲道理，讲道理嘅啫。即系好似我有个朋友咧，佢喺以色列咧，咁啊唔使求。我有个朋友喺以色列，咁佢就好叻捉蛇噶。咁人哋因为佢喺嗰啲 mushaf 咧，即系嗰啲田，即系嗰啲公社嗰度住，咁成日都话唔知边度前后左右有啲蛇。咁最初咧，啲人即系就會打死啲蛇啊！咁我呢個朋友咧就而家成個區咧，即係成個地嗰啲人都會揾佢噶啦，打電話俾佢一有蛇，喂你快嚟快嚟幫我捉蛇！咁佢就係會捉咗佢，佢拎咗去放佢咯，佢放生佢，捉咗入個袋度，跟住車到佢毛利湖咁遠嘅沙漠嗰度放生佢咯。咁佢就會做呢樣嘢。如果啲人有一日，佢話有時啲人咧即係。佢話其實好快，佢哋好驚，咁可能嗰啲女人又喺度叫一鬼叫，啲細路仔又叫一鬼叫，咁可能嗰個老公就會打死咗條蛇咯。咁個朋友就叫咗我朋友去，咁個朋友就話：咁你叫我嚟做咩啫？你都打死咗咯，我都冇辦法噶。咁佢話佢哋好驚，咁佢話呢條蛇都冇毒嘅，佢唔會咬你啊。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嘅動物，你唔去挑起佢哋咧，佢哋係唔會攻擊你嘅，即係呢個動物嗰個天性，佢唔會嘅。就算是狼也好，就算是大熊人也好，其实他不会无情白事去攻击你的。其实如果你的心真的，如果你的心是有一个善念呢，他们是，我觉得我都见过一些挺害怕的动物啦，是不是？我生命里面有时走一些山啊，走了一些不知道什么地方啊，其实他们有时不单止不会攻击我，我觉得他们在帮我带我路啊。即係俾少少提示我，你行呢邊定行嗰邊啊？即係我覺得佢反而會咁樣咯。如果你同佢哋係平等對待嘅，我覺得即係你個心念其實都係最後都係歸你個心。好似我哋上次講，因為我睇嗰啲朋友嗰啲俾我啲評語啦嚇。上次聽完之後，咁佢喂你講親嗰啲都係全部都喺個心嗰度嘅。即係咁，究竟真實咁應該點做咧？咁真實我話嚇咁你睇下十戒啦。咁頭先我哋講緊咧，就係究竟點樣做人啦、啊？咁我覺得十戒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嘅。咁其實十戒咧就唔係得十條戒律嘅，十戒裏面有613條戒律，都係呢十戒係包含曬嘅。咁當然十戒裏面有一啲咧就唔係需要個個去遵守嘅，即係例如即係你信奉佢哋嘅神係獨唯一嘅神啊，或者係你去守安息日啊。或者是你不去拜其他的神啊，即諸如此類這些，那這些你自己 去參考啦。那但是有一些譬如說你要尊敬父母啊，你沒有偷盜啊，沒有殺人啊，不邪淫啊，即諸如此類這些，那我覺得 work 的、哦、作為人你是不是應該去
面對下，是不是應該去學習下呢？那你作為做一個人來講，那我覺得這件事呢其實可以接受的，真的。所以人們問我究竟你怎樣做人，我其實十戒都寫了的，你起碼你沒有做到這個 action 出來了，然後到到你當你真的很明白的時候，其實你知道什麼都是產生自念頭嘛，我們在個念頭就已經 stop 了你了，即是你要去殺一件事是你先有個念頭你才會去殺，或者你要去對一件事不好你才會有個念頭開始的，其實我們在個念頭就已經 block 了你。當你開始明白其實怎樣叫做即是慎念，或者你小念無念的各樣 的重要性，你就會明白我即是為什麼其實我一講就講了最重要的那樣，我就沒有去 elaborate 到，或者沒有去慢慢解釋，喂 你又不要講粗口，你又不要對人不好，你又要不乖阿婆，你又要拖阿婆過馬路， No， 即是這些應該做的嘛，即是對我來說人是應該做的，即是你走過街見到人家拿東西拿得很辛苦，我都會去幫下他的嘛，不是的嗎？要教的嗎？吓、啊、咩情况底下你都唔会杀人噶嘛？咁唔系嘅咩？咁除非你话啊，我佢嘅工作佢系一个士兵，佢系保卫国家嘅，佢而家要去打仗，咁呢个系佢宣誓效忠佢国家，喺佢嘅职业喺佢嘅生命度佢作出嘅呢个选择，因为佢话佢咁样做系去保卫佢自己嘅国家，虽然当中有好多好多灰色地带，我唔想系而家讲。但是只是单纯这件事上面 他需要这样做，其实你们大家知不知道当年原子弹之父 Oppenheimer 他当时呢就是曼克顿计划的头头啦，当时其实就正处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是第一个、develop 了这个原子弹，咁係落咗喺廣島同長崎嘅，呢個歷史大家都應該知道嘅啦。1945年8月6日和9日，咁當時即刻死亡嘅人數咧，由129,000人到226,000人不等。咁但係因為跟住嘅影響咧，係以世代計嘅，即係已經唔係話有幾多個人會受到輻射，或者係佢身體點樣，而係世代嘅人、世代嘅水、世代嘅土地都係殘留咗呢個影響。咁嗰個係好嚴重啦。但係 Oppenheimer 本身其實佢只係一個科學家，佢係以一個學術性去研究呢一樣嘢，而呢一樣嘢係俾人用咗嚟做呢一個戰爭用途。咁佢本身其實唔單止淨係研究咗呢個原子彈噶嘛，咁譬如佢嘅中子星理論啊、黑洞啊、量子力学啊、量子場，所有呢啲其實佢都係做咗好多貢獻嘅。咁如果我哋一定要話喂，咁究竟其實佢有冇咩因果關係呢？如果佢做咗一樣咁樣嘅嘢出嚟，咁我只可以有兩個答法咯。一個答法就係、是、我不殺白人，白人因我而死。第二呢就是始终他是没有怀到一个心呢是要去害人的，即是他不同当年犹太人，即是比希特拉600万人是被他屠杀，那他是怀着一个心，就是他要剿灭了或者是将这个种族灭绝嘛，那他是怀着一个心去这样做的。但是 Oppenheimer 他是从来没有怀过这个心的，他只不过是研究学术而被人用了去做战争用途，咁當然佢冇撳到掣，亦都佢冇話要去打仗啊。咁我哋亦都可以從另外一個層面去睇，話佢可以發明到呢一樣嘢，或者佢得到呢個能力，咁呢個係上天賜予俾佢嘅。但係其實當我哋有呢一個能力嘅時候，我哋應該去點樣去做？點樣可以去保護更多嘅人？點樣可以將佢造福人群？咁嗰樣嘢其實就係、是。我哋大家需要去深究咯，同埋去谂嘅咯，因为好多时候、你可能有好多能力，但系你唔系做紧一样去令到个世界更美好嘅事情。咁呢一个，我觉得我哋大家需要去谂下嘅。咁等于今日我哋好争拗嘅核弹、核能，就算你唔做核弹，就系净系核子能量，可能都已经有好大问题啦。咁好似而家我哋讲紧，即系啲核废水，日本会流落去个海嗰度嘅，咁系咪全世界都好哗然呢？其实而家点算呢？究竟点样去做呢？点样去补救呢？
咁系因为强烈地震，咁就导致福岛咧正在运转嗰三座核反应炉紧急停止，咁又引发出呢连串嘅问题同埋事故。咁但系嗰个核电本身系咪真系一个咁 clean 嘅能量呢？系咪应该即系咁多个国？其实而家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核电噶，都有用核能噶。咁究竟呢个系咪人类喺跟住嗰个嘅世纪跟住嘅时间系要咁用呢？咁其实呢个系我觉得好多人都应该要去谂下嘅问题咯。即系大部分其实唔系好关心噶，唔系好关心呢啲问题。但系其实呢啲问题好重要噶，我觉得，因为你真唔知道下一个引发佢会去到边度。以我所知，德国都已经是停紧，逐步停紧，希望其他国家都停止下去咯。核电厂嘅，咁有一啲国家就是要做核弹头嘛，有啲系即系明显，但系其实就我唔好记得系七个定九个国家是做核弹，即系佢作为一个战争能力啊嘛。咁系啊，即系呢啲其实是需要去想，但是有啲是我哋普通人。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左右不到，因为那个国家那个国策它不会因为你去示威而改变，去某些程度上都是不会因为你的示威而去改变。那我们只可以即是能量救援队是另外一面，就是不断想去做一些东西去 protect 这个地球，去减低这个问题，即是我们只可以从另外一面入手咯。因为我想各国的元首啊、政府啊、背后黑客啊，即系佢应该就唔会骚我噶啦，即系佢唔会觉得会听我哋讲，因为佢有佢嘅 itinerary 啊嘛，佢有佢嘅 agenda 啊嘛，佢有佢想做嘅嘢，佢有佢想达成嘅嘢，佢有佢想控制同统治嘅嘢啊嘛。咁我哋而家系咪离题太远咧？少少。其实我正想问翻，咁讲翻，其实今集一开始问嗰个念头 ，Sandy 问念头点样可以，有冇嘢可以？即系一知道自己呢个念头有问题嘅时候，你话叫我哋停咗佢啦，咁可唔可以有啲嘢抵消翻咧？上一集你有提过嘅，我哋要修行，咁但系修行系一个好长时间嘅一件事嚟，即系唔系话今日话修行，听日就修到噶嘛？咁有冇啲比较快捷方便嘅方法？之前 Sandy 系咪有提过可唔可以念经啊？系啊，念经啊，祈祷啊，因为坊间譬如有阵时有啲人做错一啲事咁。我当我不够意整死了只乌蝇咁样啦，咁我就念经，咁我回响翻俾佢。咁其实呢啲系咪又得嘅咧？如果你全心全意去做嗰样嘢，系得嘅。全心全意，真系将最好嘅 thought 摆落去，最好嘅念头摆落去。俾个 example。好啊，好啊，好啊。咁咧，我好多年前咧就喺喺个朋友屋企，个朋友愉景湾住嘅。咁嗰阵时佢间屋企咧，我有时路过香港咧，我会住下佢屋企嘅。咁佢就成日同我讲，佢话其实佢屋企咧都有另外一个众生喺度住嘅，即系有啲其他众生嘅。咁佢话OK， 冇乜所谓啦，众生啫嘛，即系成日都见到嘅，成日都存在嘅咁。咁有一日我就即系好似喺度做紧 yoga 定唔知乜嘢咁啦。咁我就好覺得眾生嚟揾我，咁我就問佢，我話你有啲乜嘢想我幫你啊？即係你揾我，你揾我一定係有嘢噶。咁其實佢俾我答案就話，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念金剛經？即係佢意思話，其實佢話你放嗰啲 tape 都得噶啦，你可唔可以同我放啲 tape 俾金剛經我聽？咁我話我唔使放，我念俾你。我亲身念俾你，念完回向翻俾你。咁佢如是者，我好似念咗，我唔记得三次定七次啦，我唔记得。咁我回向咗俾佢，咁跟住我觉得佢系走咗嘅，佢唔喺度。咁后屘我朋友翻嚟，我话喂，阿众生好似走咗，念完经之后，我话你睇下佢，你觉唔觉得佢仲喺你附近咧？咁佢就话真系走咗喎。咁其实这一样东西呢，我不是说叫大家去问卜鬼神啊诸如此类，其实不是的。其实你要明白，这些只不过是个能量体，那其实充斥在我们周围的。那大家又不需要觉得那么奇怪，那么异样，或者那么惊恐，
其實佢大部分我都冇覺得佢哋有害人之心嘅，咁反而我覺得佢哋想揾我哋幫忙嘅，好多時候即係可能佢有啲嘢佢解決唔到，或者有一啲嘢令到佢唔可以去往生，唔可以走，咁佢好似棘住咗喺度。咁好多時佢想揾一啲人去幫佢，咁當然可能你嘅頻率要同佢相應啦。相應嘅意思就係話最少你收到佢嘅頻率，即係譬如佢喺度，佢想揾你，佢埋喺度敲你嘅頭，但係你又冇嘢，或者你話哎呀我頭痛，不過走去瞓覺，咁你又冇去接收到，咁即係唔會 work 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其實係 OK 嘅，係接受到嘅，咁我覺得你去幫佢哋，你去。無論你去幫佢念咒念經，一個祝福都好，咁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好嘅種子啊！我哋之前講緊其實點樣可以種一個好嘅種子嘛，其實呢一樣就係一個好嘅種子，因為呢一個種子種咗落去之後咧，佢有希望可以往生，佢有希望可以喺佢唔知任何嘅一世裡面得到開花結果，或者係佢可以放下佢之前嘅執著而繼續嘅，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嘅種子咯。即其實我覺得無論你那隻烏蠅是現在死，或者是有其他的眾生在以往的時間已經離開了，但是他我想烏蠅就可能沒什麼心念的，但如果有些其他眾生是會有些心念的時候呢，即他來找你，你們又不用很害怕，又不用打他，又 不用打齋，又不用叫什麼人，你就自己平心靜氣自己想想，或者你说、啊、我 connect 不到他，但是你说你想跟他做回向的，那你都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你念任何经都好啦， 你可以是、基督教的经，你可以是佛教的经，你可以是道教的经，任何的经，但是只要你是全心全意是为了他的解脱，还有全心全意希望他可以行落下一步的时候，你是只是为他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就 OK 了，就是所以全心全意是你自己。那你们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大家都做到的，是不是？即是不要说你要去找老师，又不要说哪一个有德行的人，即是你不要想了，你不知道你找到哪个出来，我又不知道你要找哪个，不如你由自己开始啦。自己的能力，如果你是全心全意用宇宙给你的能力去将这个念头带出去给要承受的众生，我相信那个能力、那个好意、那个心念是会收到的咯，整个宇宙都会收到的咯。好一点会放心一点，这个答案至少好像可以自己做得来，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短时间内自己做得来，所以安心了一点。 OK， 那我们不如下一集再見啦，睇下你哋大家仲有冇啲咩問題俾我，咁然後我哋又去探討下、解答下啦。好啊，其實仲有很多噶。係啊。好啦，咁我哋下一集再傾啦，拜拜。拜拜。咁今集咧就讲到呢度先，但系唔好走住，因为咧我哋每一集最后都会有一段五至十分钟由阿 Chilton 带领嘅光与音频冥想，千祈唔好错过啊！我哋嘅节目咧每个月嘅11号同22号更新。记得 like 和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如果你喜欢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 share 给你身边的星座朋友。好了，现在将时间交给 Chilton。 请找一个你觉得舒服和安静的地方坐下。 Please find a place which you feel comfortable and quiet to sit down。 你可以用盘坐，双盘、单盘、散盘，或者是将脚放在地下，又或者你喜欢龙坐，即是双脚跪在地下，或者你喜欢的任何方式都可以。 You can sit in a lotus position, single lotus, full lotus, or just put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or kneeling on the floor, or any ways you like to sit in, it's fine. 深呼吸， take a good deep breath.喐下你嘅头、你嘅颈、你嘅脊椎、你嘅背脊、膊头。Move around, move your neck a bit, stretch it, your shoulder, your back. Just move your body a bit so it's not so stressed. 再一次深呼吸 ，another deep breath。喺呢个静心里面，我希望大家听住声语嘅时候。
伴随着呼吸可以去到一个沉默无念的状态。 In this meditation, I would like you to hear the light language together with the breathing technique and get into a space where there is no thought and no mind. One more deep breath. 再次深呼吸。由现在开始，当你呼吸的时候，吸呼，呼了之后去到第二个吸的时候，将你们的 focus， 你们专注在的念头专注在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呼了出去之后和吸下一口气的这个中间，感受下这一段时间的沉默。Now when you breathe in and out, after you breathe out, until you have the next breath in, focus in the time in between the breath. Breathe in, breathe out, focus, and breathe in again. 我们再做一次深呼吸，吸气，呼气，专注在这个沉默那里。然后再一次吸气，呼气，专注在个沉默嗰度，再一次吸气。So let's do a few rounds. Inhale, exhale, focus on the silence in between, and inhale, and exhale.Focus on the silence in between. And inhale. 你可以随着自己的拍子去做这个呼吸。有些朋友可能可以等的时间比较久，有些朋友就会快一点。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速度。So some people can, after they breathe out, can wait for a bit longer, and some people will be shorter. It's okay. Do it on your own pace. Breathe in, breathe out, stay in the silence, and breathe in. Breathe in and out and stay. 呼吸呢。And all for him and all.
Breathe in. And out. Udo so hara o. Emo sara o. Terero so te o. Minemo so to etero o.跟住每一个呼吸，自己静心紧，专注喺呼吸同呼吸嘅沉默里边。Continue with the breathing, just focus in the silence, in between breath. Just focus for as long as you want.恋ねだまずねださにでてかいねだちょぶのとちょこちれでたばさねぼじねだ。继续呼吸 ，continue to breathe。继续专注喺呼吸同呼吸之间嘅沉默。Continue to breathe and focus on the silence in between breath。你可以继续做，做到你喜欢停为止。你停的时候呼吸一个大气，然后可以返返你当下的沉默。 You can continue to do as long as you want. When you finish,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come back to the silence in the presence.